加没加台？你帮我搞修一下。到底是什么样的纠纷啊？是故意把它埋在公家附近吗？那谁还没打一架？为什么要杀他？客厅底下加大的。谁还没打一架？我先过去了啊，快走。 人是自己杀的，还是你做人指使？是你策划的吗？你为了要黑吃黑吗？是等着地震好了。为什么要做假账？不好意思，是为了自己另辟一间公司吗？你有拿钱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